我们现在要走下去的地方很漂亮，它有一个牌坊。小时候在中国童话故事里面有看到过，他是干嘛的呢？就是从前有一个叫王羲之嘛，然后他很有名的一个书法家嘛，然后呢，他后来你为什么一直转动？在这个桥呢叫做题扇桥，然后是跟王羲之有关的。王羲之呢，就是一种在中国童话故事里会看到。你的方向错了，童话好。现在呢介绍的是书圣故里，然后是一个题扇桥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王羲之以前帮一个小男孩写扇子的地方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地方呢？中国童话故事里面曾经有看到的，就是来看那个。他，我印象中呢，他就是帮一个小朋友写了扇子，这个小朋友哇哇大哭，然后大哭之后呢，就说他把他扇子毁。时间比较长，那个是机器做的。他就用机器流程操作，也把它一下子就做出来。所以加饭就是机器的。加饭就都一样的，都是加饭。那为什么要叫加饭酒啊？它是拿来加在饭里。加饭，像那这个名字了的酒，这种故事酒在那开始就有的，就是称为加饭酒的，就是黄酒，中正还是黄酒，但是我们绍兴有叫加饭酒。这样。这个是上的档次啊！它的树跟那个水，树一定会往水气多了去啊，那是自然道理。超美啊！中国驰名商标呢，贵记在手中。那这个呢是怎么说的？那不是为啥呀？
什么？后面有一个雷达，酿酒坊。哪里有？月酿厂，月酿型。月就是这里是古代越国的地方，酿酒。被开放了。原谅嘞。原谅就是超香，充满酒糟跟米饭的香味。欸、真的哎。超香，对，就是一种绍兴味，超棒。有有有有有有那个基底在。米饭的香味。肚子饿了。哇，挖到宝了，挖到宝了。